哟，丁爷，上哪儿去啊？我跟马三爷去打两把麻将，晚点回来。祝丁爷天湖地湖，海底捞月。哎呀，这个嘴真甜，我就喜欢你这样的。等爷挣了钱，少不了你们的红包。谢谢丁爷，快走。丁爷慢走。 该你了，老子在外边站半天了，困死了。这刚几点呢？再说又没别人来，外面还有咱自家兄弟呢，还日本人巡逻呢，别打扰我，让我再睡会儿。没事没事，反正到点了，你不去是你的事儿，我睡了。 来过，怎么又来了？哎呦！怎么这么说？ 出大事了！怎么样？没有。我这样的，你们确定每个角落都找过了？嗯。会不会老爷和杜姑娘根本就没在这儿？谁是丁林？ 说，谁是丁林？我话呢？丁林晚上去找马三爷了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出去了。难怪没人。那你们押的人呢？押的人？不知道啊。哎，对对对，没押过人。站住！ 在哪儿？说，不说我毙了你！说！少勋哥，少勋哥，我跟你一起进去。没时间了，你在上面。如果有人来的话，你替我拦住他们。我一个人行动起来，速度会更快一些。 三爷，该您出牌了。放回去。
糊了。哎呦，就等他了。这太好了。哎，给钱，给钱，给钱。啊。哎呀，三爷啊，您放心，如果我坐到了帮主的位置，我绝对不会亏待您的。像我马三，14岁出道，风里雨里，枪林弹雨，阎王殿里都转了好几圈的人，好不容易打下了这些基业，真没想到啊，今天栽在你小子的手里。三爷，您这是抬举我，要栽。您是栽在了日本人手里。是啊，三爷，我本以为抱着五人这棵大树就万无一失了，可是千算万算，没算到能遇到五雄这个玩命的主。是啊，五雄真的挺厉害的啊，就连你马三爷也惹不起。哼，小子，你们俩也别得意得太早。你们在县城里干的那绑票那个事儿，五人大佐可是来这儿问过了。您怎么说？我还能怎么说？我当然是替你们挡了一挡。哼，不过挡得了一时，挡不了一世。指不定哪一天他哥俩真的撕破了脸，我想也没什么好果子给你们吃。您好，您是？今晚我要在锦帆堂处理点私事，啊，不要来碍我的事。好的好的，是您呐，那今天晚上我就不回去了。好。谁的电话？五雄。什么事啊？啊，他想借一下锦帆堂，办一点自己的私事。锦帆堂？不对，有事儿，一定有事儿。三爷，锦帆堂怎么会有事儿呢？不过就是关几个犯人。你知道个屁呀！我告诉你小子，青城县里我那么多堂口都能出事儿，唯独锦帆堂不能出事儿。一旦锦帆堂出事，就是十个五雄也撑不住。你这条小命保不住，我还得搭上这条老命。三爷，您别吓我。回去看一下。等等，把我这里的人你全部带走，抄上家伙赶紧去，锦帆堂不能出事啊。是什么人啊？这些呀，都是我们青龙帮替你们五人大佐关押的，都是些行凶作乱的要犯。这些人可以行凶作乱吗？啊，这些都是五人大佐特地交代的，抓来的都是一些教授和老师。没什么动静啊。可是咱这时间也不够了呀。那我进去看看。哎，不行，不能进去，万一我们进去了，日军巡逻队来了，我们一个都做不了。这是新抓来的，把门打开。哎呦，这可不行，此人十分重要，上头吩咐我们任何人都不能接。对，而且我跟我兄弟上次因为这事儿差点吃了大亏。钥匙，钥匙一定要保管。太君放心，钥匙在这儿呢。
是是是是，太君，我带你往前走。 杜鹃姐跟郑伯父呢？别问那么多了，这是一个圈套。帝陵怎么带来这么多人回来？ 哪儿放的枪？听枪声是猴子的，应该是有人来了，他在替我们拖延时间。兄弟，咱们现在也出不去啊！这儿地势太差，如果都窝在这儿的话，早晚都得死。我去帮人应该。不行，这样太危险了。少爷。 还是我去吧。武松的目标是我，你们找机会冲出去。这样，小心！我们俩下来。 去帮帮少君哥，也不知道猴子那边怎么样了，他还有伤，撑不了多久的。
铃木武雄，郑少君。很好，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对方的位置，这样可以节省很多不必要浪费的时间。在杀了你之前，我得先跟你掰扯掰扯。祸不及家人，咱俩的私人恩怨和我爹。 还有杜鹃没有任何关系，你把他们放了。祸不及家人，这话你也好意思说出口？那我哥的死怎么算呢？谁把他杀了，他就必须死吗？还有他的家人，我要让你尝尝失去亲人的滋味。杀死你哥哥的人不是我，是你们的天皇和你们的帝国。 从你们踏上这片土地起，你们的命运就注定是死亡和失败。别那么多废话了，我就让你死个明白。你爹和杜鹃，一个在济慈医院，一个在内田道馆。你就算救，也只能救一个。你拖的时间越长，你亲人活的几率就越少。那就让我们开始吧。 天很快就要亮了，我的五行就要回来了。到那个时候，一切都会结束的。你别得意的太早，郑少君是我见过最出色的军人，谁胜谁负还不一定呢。郑先生的本领，我一点都不怀疑。 所以武雄才会对他这么感兴趣。他们兄弟三个人，一个个都争强好胜，越是厉害的对手，他们就越兴奋。可是武雄和他的哥哥们不一样，他是最善良的一个。他的手上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，这样的人不配称之为善良。那是你不了解他。板垣征四郎几次想要调他去王牌军团。
都被他拒绝了。如果不是为了要保护他的哥哥们，他不会去参军，他会和我一起留在日本的。那就劝他离开吧，趁你们还有机会活着出去的时候。他已经答应了我，这件事情结束以后，我们就一起回日本。其实我和你一样，一点也不喜欢战争。我最大的梦想，就是能和心爱的人，在一个没有人打扰的地方，厮守到老。我和你不一样。难道你不是这么想的吗？我会和我心爱的人在一起，把你们从我们的家园里赶出去，这才是我最大的梦想。到底是怎么了？怎么会炸成这个样子啊？少卿哥，你撑住了，千万不能睡啊！龙，开快一点。我早就告诉过你，少卿是不会输的。我答应过武秀，如果四点钟他还不回来，我就先杀了你，然后再去找他。无论如何，也算是为二哥报仇了。你的武雄不回来了。你把他杀了？怎么会？怎么会？武雄，武雄，武雄！娟姐，对不起。武雄，武雄。
你和三弟平时不听军令，擅离职守也就罢了，可是你们不敢来这里。 这里都是为了帝国的天照计划，从整个华北调来的军备储藏，我大日本帝国的战略大计，我2个月的全部心血，都被你们毁于一旦。大哥，我们真的不知道。住口！你们竟然为了愚蠢的复仇计划，把帝国的天照计划给耽误了。 里藏着日本人重要的东西，现在全没了。吴兄这个王八蛋也不知道去哪儿了。万一马三儿去找五人呢？他们屎盆子扣在咱们头上，咱还能活呀？不行，咱得走。哎，刚过几天好日子，又要去逃难，我不去啊！我说我不去。 快走啊！你干嘛你？你给我拿过来！你反正我是不想再跟你过苦日子了，要走也可以，一拍两散，自己走。你听我的，听我的，再动，你再动，反了你了。
再拼一把。好啊，小子，有种，你还敢回来？嗯，我问你，库房怎么会被炸的呢？谁干的？一把大火烧了整整一夜呀！你懂不懂啊？小鬼子交给我们保管的东西没了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这意味着我们的脑袋要搬家。三爷，三爷，你一定要救我！我是被虎熊利用了，我才干了糊涂的事。三爷，你一定要救我！一定要！利用？我呸！都到了这个节骨眼了，你还跟我玩这个立根愣？你以为我傻呀？啊？你闯祸了！啊？吴雄呢？吴雄那个混蛋哪儿去了？怎么不来护着你呀？闯祸了！啊？你来找我了？啊？还让我手下给你留情？嗯，三爷，我这条老命保得住保不住还现说着呢。来人，三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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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么说，怎么没有商量的余地了？商量，小子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好，那我就跟五人说实话。毕竟没有您的默许，锦帆堂也不会归我。你甭给我来这一套，老子不吃。要不是五雄那个臭小子他要挟，老子能让你这个小人得志？他们兄弟两个早就闹掰了，这您还看不出来？我人要是知道您私下资助武雄，后果您比我清楚。三爷，您不说我不说谁都不会知道，要死一起死，要活一起活，您看着办。别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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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动。全部带走！哎，走，走，别动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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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走！别带，走，别动，走，别动，快走！有你怎么个废物？真是铃木家的家门不幸。让你们守住一个太太平平的青城就这么难吗？是，卑职守护不周。所有的东西都毁了？是，所有的空投炸弹和机场建设的关键材料全部被毁。我愿意死以谢天皇。哦，算了，报告我已经看过了，也不能全怪你。第四科的纯子抗命闪动，这才引发了事端。他人呢？已经自尽。我记得他是你的弟妹吧？那么你的弟弟武雄呢？至今下落不明，我已经全城通缉。你能大义灭亲，倒也不枉我对你一片信任。知责当前，五人不敢为亲情所扰，我一定会尽快回复天照计划。嗯，昭和日就要到了，那我就亲自来一趟吧。是，将军。
他们两个给我带进来。嗨。报告，他们来了。是你守的仓库。直到现在，你们为什么还活着吗？那得感谢纯子。要不是纯子为你们背黑锅，你们不会还站在这里。谢无人大将军不杀之恩，现在正是用人之际，你们最好不要再让我后悔，否则下一次我的枪不会再是空的了。是是是是是，明白明白，我们一定为皇军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将功赎罪，是吧，三爷？是是。滚吧，滚！一群废物！今天算你小子命大。三爷，三爷，从今天开始，咱们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了。和你，我呸！小军哥虽然伤得很重，好在都不在要害，比起之前在部队里强多了。那就好。很多事情和以前都不一样。没事啊，真是太好了。少君呢？听说他受伤了。他没事，在里面休息呢。少君哥他有点失血过多，但是以他的身体应该没什么问题的。怎么没人来迎接我呀？团长，你怎么也来了？啊，江团长，要不是你们，我这把老骨头就扔在医院里了。救命之恩，没齿难忘。郑先生见外了，咱们都是自己人吧。